据媒体报道 ，Variety 曝光了好莱坞一线大牌的最新片酬，丹尼尔·克雷格以第25部《007》中2500万片酬位列榜首，其他能到2000万以上级的明星还有巨石强森、范迪塞尔和小罗伯特·唐尼等。同时指出，如今明星们的片酬已经不像早年和1990年代那么稳定了。在20多年前，朱莉亚·罗伯茨、威尔·史密斯、汤姆·汉克斯和金·凯瑞这样的顶级大咖，每部电影片酬都能达到2000万美元级。而现在，明星能够按照自己的要求达到超高片酬的越来越少，原因是电影更大的预算放在了特效上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